佛陀在世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呀，经历了500年的佛法兴衰期。当佛陀在世，多数的人呐、听法修行解脱的人可多了呢。第二个500年呐、也是以热衷于修行，也有戒定慧的修行，可是解脱的人并不太多，这叫做佛陀正法1000年。从修行而解脱，第三个500年开始，闻法的人多啊，但是是不是有戒定慧的修行吗？就慢慢的减少，总是呢都想要听法，增长常识，但是呢法是不是没有真入心呢？所以已经没有看到戒定慧的修持者哦。那在第四个500年呐、那就是建塔寺庙造佛像的，哇，就已经很兴盛哦。可以看到了，现在留在世间的寺庙或者是佛窟，我们曾经去过的阿富汗啊，整个山啊都是造佛像哦。还有呢，印尼呀、也有看到了吴哥窟哦，还有看到了在斯里兰卡哦，到处都是塔与庙哦，很多。第五个500年呐、那就是现在末法时代了哦，佛法已经渐渐的在人心啊退去了。被人类呢又遗忘了啦，要如何修行，要如何真心呢来奉持佛法，已经呢慢慢啊被这种的人我是非啊，或者是意念等等无明呢，已经呢安尼讲起啊吼。所以我常常都说，真正的法都是无为法，无为法那就是真理，真理呢都不增不减，真理呢它是永恒的哦，没有开头的，也没有说是现在才有，还会呢从过去以现在未来，那永远永远真理都存在。不过呢，一切唯心造啊，佛陀还是这么说，只要我们佛性呢能汇合这个真理，真理来汇合我们的本来的心性、那这样子就没有这个法的心尊，或者是灭都没有，因为呢真理永驻人心啊，心正行正啊，那在正法中呢，人人的虔诚不夜归，那就这样的人人心 Q 意哈，身口意三业都是能干干净净的。可是偏偏呢，现在的人呐、造业的多，有为法中呢彼此对立，那互相呢都在争，互相都是想要享受，所以啊会变成了世间大乾坤的不调，人类的受苦难多啊。但是呢还有一大群人很用心啊，
在美国的凤凰城里有一个食物银行，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呢都是会支持，比如说这个面包啊、蔬菜、水果哦，慈济人呐、啊，就在这样整理好啊，这样的食物银行的合作呢，已经17年了，大家呢互相感恩。Brothers, sisters, ladies, gentlemen, we are just humbled to be a small part of what you do. You guys do the work. We're back here doing what we do, but without you, it wouldn't happen. So thank you. 很温馨，也很感恩呐。美国加州啊，有一个旅馆的老板很喜欢近视仪，就放在他们的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每天呐、啊。他就会挑一句给他们的员工哦。I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be great to put in the book in the rooms, so that way something for them to read too. So that's why I wanted this book in all our rooms too. 也看到了行政院环保署呢，来花莲看资源回收的这个绩效是怎么样。了解慈济呢，在全球所推动的不只是有形的环保工作，最重要呢，也是强化，很强调了心灵的净化。慈济一直带领着我们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而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必须要由我们由心里面来去发起的，希望也把这样的一个务实的一个做法能够带到其他各县市里面去。的确。我们人人呐、啊，凡事都要打从内心的那一念心，很诚正信实的，要为人类、为地球而付出，要诚正啊！这都是呢，只要一心呢，有诚正信实，我们的自信净化。自然呢，也可以净化别人。1999年的今天，2月26号，慈济人呐、啊，在多米尼加成立了，因为中美洲啦、啊、有那一个饥荒啊，所以慈济呢，在那一波呢，救济中美洲的。动员了、啊、我们全台湾的慈济人去修山，依靠有情人呐、啊，大家人呢二手衣啊整理等等，从那一年开始，在这中美洲呢第一个设站，到目前呢还是慈济人在承担的，在当地呢在付出着哈、哦，有一个。刊物那就是《律师等日报》主编呐、啊，就是贝罗先生，他呢，就是发现到了慈济，他在报道中呢，他感动啊，从此开始呢，他就一滴一滴导入哈台湾的88水灾哈，那他也是在那里呢开始哈自动的在先导哈，还有另外一位呢，叫做何西先生，把慈济的精神呢、啊，透过了文字呢翻译，都能让当地人了解哈。Yo no soy una persona rica, no tengo un poder adquisitivo grande, pero lo que sí puedo ofrecer y regalar a la fundación es mi trabajo, mi empeño y toda mi total y absoluta colaboración. Gracias a Dios, hasta ahora se ha venido haciendo y se ha podido hacer. Y espero seguir haciéndolo en el futuro, porque para mí es algo fundamental. Necesito estar con ustedes, porque me regocija y me llena de espíritu. Esto es...爱的力量，不分种族，没有语言的隔阂。虽然呢、啊，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可是呢，看到慈济人这样无私的付出，他感动，他想办法来了解，真的许许多多感。
感恩的事情很多啦、哦、那不只是要关怀的是穷人呐、啊，让他们的生命能平安维持哈、哦，还要呢带动他们呢如何脱贫，那还有要慧命增长的哈、哦，那这样的智慧资粮也是在推动中哈、哦，那还有呢要把这样的爱的能量呢布达到了不同语系不同人种的国度去、哦、都同样不断的爱的撒播身体力行的菩萨真的在都看到了。